没有想要伤害任何人，就好像反而伤害了最多人。对不起。对不起什么啊，王轩宇？我告诉你，我打算一到米兰就谈一场轰轰烈烈的异国恋，这就是我送你的分手礼物。还有一个分手礼物，有没有打算寄给你？昨天晚上啊，我找了好久，才找到一家钟表店，可愿意帮我换电池。你看，时间又开始流动。我快走了，你也该回去了。这只表换上电池之后，曾经停止的时间又开始流动。还好你留下来了，不然大家一定超失望的。失望的人包括你吗？我留下来，你会开心吗？对不起，我觉得我很自私。你要走的时候，我连一句祝福的话都给不了。刚才看到你，真的很开心。谢谢你留下来。我一直都一个人，好不容易有你这个弟弟。不要再说我是你弟弟。你本来就比我小。那我也不要再当你弟弟。